好，那再来是那个线上中流程讨论，这个以杰要讲一下吗？还是好，嗯，以杰对，讲一就下。是如果把共笔打开，就会看到其实跟我们今天在做的事很像，就是测试 Gallertal 的状况。然后，如果大家有使用过其他线上协作或线上就是 meeting 啊，或者是像 Discord 这样子的软体或者是程式，我们可以来讨论，就是在下一次大松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适合的方法。那像 Gallertal，我们今天是就是可能还是会有一些 bug，然后它是比较电脑，就是它现在的手机跟行动装置都还是 beta 版，就还在测试，所以你可能一定需要有电脑才能参加。那这会不会造成有一些参与者没办法参加的状况？所以就是等一下我们可以到另外一个房间，然后去讨论整个活动流程，就是包含说，是不是整个大松的流程要原封不动的搬上去，搬到线上，还是说我们要修改某一些部分，让整个活动是比较顺畅，然后比较不会卡住的这样？好，OK。